凯亚尼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爱达荷福尔斯，作为全球领先的抗氧化保健食品生产商，它为我们提供一系列优质的产品。这些令人赞叹的产品通过无分界线的网络平台推向市场，但与常规的网络电商背景不同，凯亚尼的创办家族在传统行业有着非常成功的经验。他们认同诚实正直的为人、创新的思维、分享的态度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则。凯亚尼有两个实力雄厚的家族，汉森家族和泰勒家族共同创立。汉森家族的第一位创办人是吉姆·汉森，他在牧场长大，很小就懂得了勤奋工作和富有责任心。由吉姆和卡克·汉森经营的公司，已经从每年销售200万加仑燃料的小公司，发展成每年销售数亿加仑的大企业，拥有美国最大的铁路卡车燃油运输设施之一，还成功进军餐厅、酒店、洗车业。商业模式的战略改变、新产品以及其他投资，为他们带来了惊人的增长和成功。泰勒家族的起点也同样低微，霍华德·泰勒最初只有3英亩土地和1匹马。霍华德·泰勒的孩子们都懂得，不管有多艰辛，也要辛勤工作。由于有着远大的理想和辛勤工作的原则，泰勒的孩子们将农场发展成超过3万英亩耕地。技术的创新、对供应链的投资和有制度的经营方式，让泰勒家族已成为爱达荷州最大的土豆生产商之一，并且将业务拓展到了畜牧和其他农业领域。汉森和泰勒家族的经营历史合计超过120年，他们的经营从未失败。多年以来，他们的合作充满了相互信任和尊重。最重要的合资企业就是凯亚尼。凯亚尼的成功不仅在于独特的产品、财务稳健、经营原则、丰富经验，更拥有正确的价值观。作为一家备受青睐的企业，凯亚尼不断回馈社会。凯亚尼创办一系列公益行动“携手关爱计划”，希望给那些需要帮助地区的孩子们提供营养、卫生、教育的机会。每年，凯亚尼组织集合世界各地的会员到有需要的社区探访，协助建设、推广关爱项目，改善当地人的生活。凯亚尼义工们积极投入，帮助孩子们建设学校、操场，为当地人捐赠乐营餐，让他们获得更好的营养。